请掀开经本第34页倒数第二行，从当中看起啊。第九尊普观海迦牟罗王，这一尊菩萨的德号，意思也很深，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心去学习的。此地说的海，是指生死苦海，也就是六道轮回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佛在经上常说啊，无著卧室，现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著卧到了极处，所以这个灾难很多，我们看了应当要有警觉啊。普观、普施、普遍，以清净心、平等心观察六道众生，这个在一般讲经说法的法师都知道，观机、观察这六道众生的根基、机缘有没有成熟的。没有善根的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，已经有善根的要帮助他增长，已增长的要帮助他成熟，已经成熟的一定要帮助他脱离六道，不退成佛。那么这就说明一切众生的根基大致有这个四类。四种根基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尽心尽力的去照顾，要真正实现慈悲方便啊，对于一切众生，不仅仅是有情众生，就是无情的众生植物、矿物、山河大地，都要以真诚的爱心去观察，这个就是大慈悲心的流露啊。在一切时一切处，以种种方便去帮助这些众生，凡是给你
有一面之缘，也算是有缘人呐。你应该如何去帮助他？啊，这些人并不相识，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啊，只跟你见一次面，而且时间很短暂。啊，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啊，看到街上穿来穿去的这些人，可能一生当中啊，这个人跟你只有这么一次的缘分，啊，再就没有第二次的缘分。我们如何帮助他？有没有这个意念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慈悲心了，有没有爱心了。真正有慈悲，真正有爱心的一个人都不肯漏掉啊。关于这一层，这个出家人呢，比在家人方便多了。啊，出家人呢，这个形象在，啊，有这么个形象。那么他一看到这个形象呢，阿赖耶识里的就落下种子了。这是佛教徒，他有个佛印在他阿赖耶识里面。在家同修应当怎么做法？最方便的做法，手上啊不要离开念珠。你手上拿一串念珠，走到任何地方，人家看到那串念珠，哎，这个人学佛的，最低的限度啊。换句话说，要叫一切众生见到我，他在心里面升起一个佛的念头，他就得度了。《法华经》上所谓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所以说一切时一切处要给众生种佛的种子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观音菩萨做得很彻底，做得很好，非常值得我们效法。他怎么做呢？这个帽子里面呢有一个佛像，把佛像啊钉在这个帽子上，你看走到哪里，人家抬头一看，就看到他的一尊佛像。这个方法很好啊！所以观音菩萨趁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那个名号啊，是有道理的。他把这个佛像啊镶在他帽子上。这个就是给一切众生种佛种子啊，种善根呐。这是没有种善根的人帮他种善根，已经有善根的人要帮他增长啊。这些人
对佛法呢有好的印象，不排斥，可以接受，我们应当把佛法介绍给他，帮助他增长啊。已经增长的，已经在修学的，我们仔细观察他所修学的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。如果不能成就，你用什么方法去劝导他？凡夫都有情执啊！换一句话说，都有自尊心啊，都有成见啊！这是我们跟大众接触一定要明了的啊，要知道尊重别人。绝不伤人家的自尊心，那你有善巧方便去诱导，真正的如《地藏经》上诸佛如来开谦菩萨问候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知苦乐法了啊，我们要知苦乐法，还要知难易法啊，哪些法门难修，哪一个法门易修，我们要明白要知道啊，去诱导他，要学难修之法，学易修之法了，容易、简单、稳当，快速成就殊胜，你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。那么已经增长的，已经选择这个法门了，也很认真修学了，决定要帮助他往生啊，是在讲普观海迦努罗王啊，第一个要帮助的人，帮助他往生，他对净宗有坚定的信心，真的完全放下了，真正体会到苦乐法了，这个娑婆苦海啊，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，主一定要晓得这个苦海的是一场空啊。佛在般若经里面千言万语提醒我们，这个世间一切法不可得无所有啊，我们要真正能体会世尊的教诲。古人常讲啊，万般讲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现在在这个世界，确实有一些人呢觉悟了，那么在佛法里讲，开始觉悟啊，始觉啊，他会常常啊反问自己，常常检点自己啊，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是为什么？
为什么而来？为什么而生在这个家庭？为什么生在这个社会？来干什么的？找到自己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、动机，然后才明了啊，这一生生命的意义、价值到底在哪里？这个觉悟啊是不错，他有这个觉悟，有没有答案呢？没有啊。也有一些人提出答案，中国古人所谓的三不朽啊，人生在世目的在哪里？立功、立德、立业，三不朽啊，这个人生有意义、有价值。这世间圣人所讲的，可以说是就事论事啊。外国有一些哲学家，也有类似的说法。那么这种立论是就人这一生而言，已经相当难得了。可是佛法就不是这么说的，佛法要想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，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就不能在一生当中啊去寻求了，一生当中啊是决定寻求不到的，一定要把眼光延伸拓展啊，知道人有过去式，有前世，前世还有前世，过去无始啊，所以佛法一说就是无始劫来。时间是论劫来算的，无始劫来，生生世世，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，为的是什么？这一桩事情，这一生要不能解决，你还有来生，来生还有来生，未来无踪啊，无始无踪啊，你在轮回里面究竟搞什么啊？这种觉悟世间人没有，不但世间人没有，天人也没有，唯独佛法了。所以我们尊称释迦牟尼佛为大觉世尊，意思就在此地，唯有彻底的觉悟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世间有一些圣贤人，跟一般凡夫迥然不同啊，他们偶尔啊也能够达到与天地万物
好像融成一体了，有这个境界，是不是真的跟天地万物融成一体呢？没有。他那个境界只是与这个地球上一切万物融合成一体啊，跟我们近距离的这个太空啊融合成一体。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之大嘛，所以一尊佛教学的范围三千大千世界他没见到啊，所以他讲的与天地万物融成一体那个范围不大啊，顶多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一思天下啊，一个星球啊能融成一体，这个境界就相当难得了。可以说对世间的问题能解决，有能力解决啊，如果比诸佛如来化身大师那他的境界差得太多太多啊，可是我们连这一点小的境界都做不到啊。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的啊，可是在这个境界里面虽没有忘我接近啊，但是他这个境界不能长保，刹那之间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念相应，他没有办法保持到念念相应。如果保持到念念相应，他就能够离开人道了，至少他会升到天道啊，更高的，他可以升到色界天。乃至于生到无色界体，出不了六道啊，依旧不能够脱离轮回啊，这是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观察到的呀。假如我们没有能力，那就要记住世尊劝导我们的读诵大乘啊，要天天的读经，读经的时候真诚心啊，清净心去读，读经的时候不求解义呀，一遍一遍读下去，就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，戒定慧等学就平等的来修学，每一天至少啊应当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读经啊，那么这是说在家同学，因为你们都有工作都相当繁忙，每一天能够抽出半小时到一小时读经就很难得了啊，这个经读久了
就容易得定了，定就能开慧。慧开之后，你才真正明了自己，就认识自己了。自己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佛说得好啊，人生酬业，你来干什么的？你过去造的业缘成熟了，这个缘就是机缘机会啊，机缘遇到的时候你要受果报啊，六道里面一切有情众生干什么的？受果报的。你造作的善业，你就得善果报；你造作的恶业，你就得恶果报。造什么样的因呢？得什么样的果？就这么回事情啊！这是佛业余道破。我们怎么到这个世界来的？来干什么的？这个基本的因素啊，就是酬偿过去所造的业因啊，现在受这个果报。那么虽然受果报，幸亏也诸佛菩萨们的，包括二乘圣者，他们真正是大慈大悲。你看看，天天普观业海啊，苦海啊，帮助这一些众生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，那么这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到六道来干什么？他动机在哪里？他的目的在哪里？他是来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里头两种人，一种迷惑颠倒的凡夫，一种是真正觉悟的诸佛菩萨，菩萨也在其中，他是帮助众生觉悟的。所以众生有缘修学佛法的，就有机会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就所谓是超凡入圣啊！你为什么会做凡夫？佛说得很清楚，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主。这一句话意思无限的深广，我们要冷静的多想想啊。确确实实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，要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？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
你才能提升。简单的说，放下一切欲望，贪爱欲望害了我们生生世世在苦海里面受罪啊，这一生我们佛法明白这桩事，还能不放下？有许多同学说，我很想放下，就是放不下。那么这也是事实。为什么很难放下？无量劫来的习气，不容易放下。内无量劫来的习气，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啊，叫恶缘啊，哪有那么容易啊就放下了啊？那么要怎么办？唯一的方法，深入经藏。深入之后，你才有真实的智慧，你才能观察清楚啊，也就是说你才能看破，看破之后放下就比较容易了啊。我们必须要晓得为什么放不下，没看破啊，所以看破难啊，放下容易啊，这就是知难行易啊。你问行易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没有知，没有清楚，没搞明白啊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清楚不明白，所以你不肯放下，这个就难了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很愿意放下，喜欢放下，很痛快的放下，你的层次立刻就提升了。这是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真舍之意不住地看破，不住地放下，使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，提升到如来果地上，这是大圆满。我们现前也要学菩萨，每一天从早到晚接触这些芸芸众生啊，要有这个心，要有这样的愿啊，时时刻刻的关机啊，下面一尊在说法，观寂之后要为他说法啊，普音广目迦摩罗王啊，这个音发音啊，普这个字平等啊，以清净平等的发音啊，教化众生。这位菩萨德号里面还有广目广目的意思是看得清楚
看得明白。啊，所谓是口道言道，言道口道，啊，见到了就给你说法，啊，加上一个光目，这个意思就很明显，应机说法，我看看该给你说什么法，就给你说什么法。不会说错，也不会说失，啊，遇到给你所说的非常恰当，啊，正是你所能够接受的，你所能够理解的，也是你现前最需要的。啊，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普音广目了。下面这是这一段的总结，如是等二位上首不思议数，啊，就看到这些数量，啊，都是诚信，啊，提贤师这一会不是我们凡夫所见的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啊，在那里打坐，啊，这一会超越时空，圆圆满满，含摄一切法界，啊，所以尽虚空遍法界，这个遍就是一切法界，从一真法界到十法界，通通包括在其中。理事不二啊，所以佛菩萨啊，事先为神众，事先为天众，啊，都是实现的。幕后叹得，现已成就大方便利，善能救摄一切众生。这个叹得里头赞得好啊，啊，喜。习就有圆满的味道在，没有缺陷，没有漏失，啊，正是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，啊，啊，那也许有人问了，那既然不舍一人，为什么佛没有来度我呢？那不是把我舍掉了吗？佛确实没有把我们舍掉，我们自己不肯去啊，没法子，佛拉也拉不动啊。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发心啊，想立这个世界。虽然讲发心，啊，天天说，不是真的，假的。那真的叫你去，不干了。啊，那么这段事情，你现在自己并不知道，以为自己真的发心。啊，到什么时候知道了呢？临终佛来接引的时候知道了。你的心是真还是假？
确确实实我们曾经遇到过一生念阿弥陀佛的，病危的时候嘱咐家里人周围的人赶紧念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？他不想去啊，那救苦救难了，那他不想往生啊，啊，念了几十年阿弥陀佛，到最后换观音菩萨，你说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这个事情我亲眼见过。啊，平常他在念佛堂临终，当维诺临终，啊，带领大家念佛。功夫很不错了，临走的时候不肯念佛，听到人念佛就要骂人，你是不是想咒他死？所以到那个时候原形毕露啊，贪念世间，学不得离开这个世间，所以佛看得很清楚，你是假的不是真的，所以不来接引你啊！来了你也不肯去，所以佛一定观察真正向往生，真正对这个娑婆世界厌离了，不愿意在这里再多住了，这样的人佛就来接引他，所以这叫圆满，圆是这个意思，信已成就大方便利，善能救护一切众生，这个里头关键的字眼在善，大方便力是讲的智慧与能力，智慧能力我们都很不容易体会，很难想象啊！佛菩萨的智慧真是智慧，不是我们凡夫能思维想象得到的，这所谓的般若智慧，全知实知，圆满具足，方便力就是它的能力，帮助众生的一些方法、一些技巧，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明，如来有十种能力，成为十力了，十种能力，不但世间人没有，二乘全教菩萨也没有，这化身大师他们有，有如来果地上这种能力，但是没有如来果地上的圆满，所以化身大师的大菩萨们也有实力，所以他有能力帮助苦海当中一切众生啊！取善根成熟的，
那么这也就是佛家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善根成熟，缘成熟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缘有没有成熟呢？没成熟。虽没有成熟，接近成熟，这个就很难得。那么在这种情形，我们每一天在一起共修研究讨论，可以把我们的善根提前成熟。我们是将熟未熟啊，那这就是缘的关系了。遇到的缘殊胜啊，现在我们这个缘非常殊胜啊。解门每一天研究讨论啊，行门有这样殊胜的念佛堂，皆心相应，语言成熟了。所以在这个道场里面，能够有3年5年的熏修，未成熟的缘也成熟了。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这个道场是增上缘的，非常殊胜的增上缘，稀有难逢啊！千万不要以为得来很容易啊，得来是真不容易啊！所以诸位啊，冷静去想一想啊，新加坡这个地区。从它整个历史发展来观察，从最初有人发现这个岛屿，在这个岛屿上居住，逐渐发展到今天，这个都会的形式。几时这个地区才有佛法进来呢？几时才有人在这个地方建道场呢？居士林算是历史相当久的了，60多年了。你才晓得多难多不容易啊！60多年道场建立了，有几个人在此地弘扬正法呢？又到几时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呢？诸位如果冷静这样细细思维，就知道今天的缘分不容易啊，稀有难逢啊。怎么可以轻易把它舍弃掉？如果诸位真正能够认知了，真正知道稀有了，你一定会死心塌地在这个道场。你真正明了，这个道场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这个道场成佛的道场啊，名实相符啊，成佛之道场，一点都不假。离开这个道场，纵然你善根福德
因缘都成熟了，你也不见得这一生呢能够往生不退成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善缘不足。啊，你生活环境里头恶缘太多啊，善缘不足啊，你会受到障碍啊，你会受到破坏。道理在此地，这个地方善缘具足，没有恶缘的。只有彻底明了清楚，他才知道珍惜，他才知道宝贵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啊，再看底下这一段，35页第二行，佛有无量紧那罗网。所谓善慧光明天紧那罗网。妙化床紧那罗网，种种庄严紧那罗网，乐意吼声紧那罗网，宝树光明紧那罗网，见者心耀紧那罗网，最胜光庄严紧那罗网，微妙化床紧那罗网，动地力紧那罗网，摄福握众紧那罗网，如是等二位上首，其数无量，戒勤精进，观一切法，心很快乐，自在有喜。这个紧那罗网名号啊，也是梵语音译的，意思古时候翻作疑神，令人见到生疑惑，它的形状跟人一样，头上长了一只角，啊，所以你说他是人，他又不是人；你说他不是人，那个样子跟人完全一样，多一只角就是了。啊，所以也翻作非人。啊，那么这是从他的形状上啊来立的名号。紧那罗这一类的众生呢，一般来说呢，面貌都非常端正，啊，也可以说这个相貌啊都长得很好，啊，只是头上啊多了一只脚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们这一类啊，这一类的众生特别有歌舞的天才，啊，喜欢唱歌，啊，喜欢跳舞，所以是这个地势天的乐神，我们中国称地势天叫玉皇大帝，
在佛经里面讲，忉利天主啊，地舍天王啊，是地舍天王的乐神啊，就是忉利天的乐队里面的领袖啊，这个乐队呀、啊、就是紧那罗，紧那罗王就相当乐队的队长啊，所以这些人都是善歌善舞啊。那么管理他们的人呢，也是四王天啊，数量无量啊，啊，这个人数啊也是无量啊，啊，佛有无量紧那多。